轮班轮班，嘿，轮班。大家辛苦，大家辛苦，大家辛苦吼！大家辛苦，大家辛苦。啊！一直开下去了，一直开下去。天荒地老，天荒地老。来，报告院会，现在继续开会，继续处理营业部分经济部主管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提案的第一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团提案。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105年预算有关其他营业收入之处分不动产、厂房及设备利益，原列预算43,687,000元；处分投资性不动产利益，原列预算19,747,390,000元，均应全数删除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异议？有异议，我们进行表决。我们先按铃7分钟，并发表表决卡。
好，我们开始进行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一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哦，来，我们表决，现在处理的是这个国民党提案的这个要点名表决了哈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5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49人，弃权0人。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现有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。这个是重复表决，点名表决了哈。对对对，点名表决的重复表决哈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一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对啊，这题。第一案，请先读一读，先读到读。一对就是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4人，赞成8人，反对49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另外，王委员定于声明，对今天下午到现在的表决与民进党团的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记录。蔡委员适应声明，对今天下午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记录。叶宜津委员对今天下午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记录。我们接着就处理第一案，赞成。黄委员昭顺声明，对今天下午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记录。徐委员淑华声明，对今天下午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记录。陈委员雪生声明，对今天下午表决与国民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记录。我们处理第一案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一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量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6人，赞成8人，反对48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，现有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这规矩拢藏的好啦，我随这三顶都要藏的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6人，赞成8人，反对48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，请宣读第二案。105年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附属单位预算中，与其他营业收入项下投资型不动产收入编列27亿4543万7000元，其中投资不动产收入包含出租土地、农地、公社地等出租，设定定向权及投资型不动产出租收入等。目前台糖持有之花莲县光复乡大农段之广大土地地势平坦，早期台湾糖业公司早期在这片土地上种植甘蔗，后来转型为种植甘蔗之农耕地。民国91年开始，台糖执行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林务局的平地造林计划，在大农大富土地上种植大片林木，为此土地系当初日本人强征之土地归还，有部分是原住民传统领域内之土地。台湾糖业为依照原住民族基本法之精神与意志，应征得当地原住民族同意，与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机制，损及原住民族人生存及发展的权利，建议预算冻结50%，是否有当敬请公决。宣读完毕。第二案，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，先就是否采点名表决进行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7人，赞成8人，反对48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国民党要求这个本案重复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4人，赞成7人，反对47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黄委员委责声明，对今天下午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。我们接下来开始表决第二案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5人，赞成7人，反对48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国民党党团提案不通过。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5人，赞成8人，反对46人，弃权1人，赞成者少数。国民党党团提案不通过。第三案，时代力量党团提案撤回，不再处理。第四案，请宣读基民党党团提案。台糖公司2023-2024年度呆账比例分别达到7亿4788万及6亿4784万元，皆占营业收入约2%，显见内部应收账款管控能力出现严重问题。请贵公司上述2年度呆账产生项目及其原因说明后，使得动支2005年度预算。宣读完毕。请问会有异？有异，我们进行表决。赞成基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在表决本案之前，国民党团提案建议本案采取点名表决，我们先来处理国民党的点名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5人，赞成8人，反对47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团建议重复表决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6人，赞成8人，反对48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我们现在处理亲民党团提案，赞成亲民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2人，赞成8人，反对44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国民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亲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6人，赞成8人，反对47人，弃权1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
立委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团提案。经查，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104年度八大事业部中，仍有多达四个部门呈现亏损，且于103年度及104年度之整并方案施行后，整并人数仅减少57人，占该公司员额约1%。原此为有效降低亏损情形，要求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应持续就功能不彰或业务萎缩部门，加强办理部门整减并。检准并积极研拟裁撤方案，以提升整体公司经营绩效。该公司105年度用人费用会计表总计高达52亿4261万6千元，且于该科目外另编列多项外包费用20亿9381万8千元，原提案前二项费用各减列30%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异议？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采取点名表决，我们先来处理点名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静谧表决1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6人，赞成8人，反对48人，弃权0人。本案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静谧表决1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6人，赞成9人，反对47人，弃权0人。本案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重复表决吗？我们现在进行第5案的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静谧表决1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5人，赞成8人，反对47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。静默表决1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6人，赞成9人，反对47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第6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团提案。鉴于台糖公司105年度预计税前存益为244亿4160万1000元，扣除出售土地盈余19亿1743万9000元及投资利益7亿5497万3000元，公司预计亏损为2亿3081万1000元，显见台湾糖业公司多角化经营，并未改善公司体质，反让亏损持续扩大。当时此刻，台糖公司应积极强化公司体质，降低负债亏损。然台糖公司仍编列福利费4亿2769万8000元作为补助员工旅游之用，实难令国人苟同。为避免台糖公司亏损加剧，影响公司营运情况，原提案删减事项预算1/4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异？有异，我们进行表决。国民党党团针对本案建议采取点名表决，我们先来处理这个点名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静默表决1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7人，赞成9人，反对48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。静默表决1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6人，赞成8人，反对48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我们来处理国民党党团提案的第6案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5人，赞成8人，反对47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5人，赞成7人，反对48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第7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鉴于台糖公司105年度预计亏损将达到2亿3081万1000元，经查该公司去年度水电费预算仅编列5亿7947万1000元，105年度净增加为6亿2768万元，预算编列显不符实，为避免台糖公司亏损加剧，并遵节公司开销，原提案删减事项预算4800万元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异议？有异议，我们进行表决。现有国民党党团，提案。本案采点名表决，我们现在处理点名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4人，赞成7人，反对47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5人，赞成7人，反对48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我们现在处理第7案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5人，赞成7人，反对48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3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47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第8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
查台糖公司105年度预算编列印刷装订与广告费用2亿8296万8000元，办理印刷广告样品赠送及业务宣传等相关业务。原查该公司103年度决算仅2亿3593万8000元，105年度预算较103年度预算多出近4703万元，显见台糖公司预算腐烂编纂，造成公司亏损加剧。原提案专检事项预算4700万元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异？有异，我们进行表决。先有国民党团要求本案这个点名表决处理，我们先来处理点名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2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47人，弃权0人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4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49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我们现在来处理第8案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你只有举手，我不知道你跟哪一党一样啊。
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4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49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陈委员写申声明，对刚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。国民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6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第9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对于旧糖厂厂区发展，查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修理保养与保固费项预算下，均应土地改良物维护费及一般房屋修护费，基于105年度预算之经营策略。政策第三项第六点提出，加速旧糖厂厂区开发，与民间业者合建开发优质社区的供需配合目标毫无绩效可言。为提升台糖资产运用绩效，原提案对105年度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修理保养与保固费3亿4398万8000元减列4398万8000元，并请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05年9月30日前提出加速旧糖厂厂区发展计划，并检讨历年之相关绩效，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。宣读完毕。请问会有异议？有异议，我们进行表决。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采取点名表决，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6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6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我们现在开始处理第9案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5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50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2人，赞成4人，反对48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第10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查台糖公司105年度预算编列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用239,526,800元，然查该公司104年度预算仅编列241,498,800元，为该公司预算书对于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用之编列，系参照103年度实际发生情形编列相关预算，然该项经费103年决算仅为215,861,000元，较105年度预算少2,3,665,600元，显见台糖公司预算腐烂编纂，造成公司亏损加剧。原提案删减事项预算2,3,000,000元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异议？有异议？有没有异议啊？爱话声呢？没有异议，我特别都处理落去啊、哦。有异议哦，有异议，我们进行表决。现有国民党党团提案，本案采取点名表决。我们现在处理点名表决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3人，赞成4人，反对49人，弃权0人。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1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3人，赞成4人，反对49人，弃权0人。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我们现在处理第10案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1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5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50人，弃权0人。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1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3人，赞成4人，反对49人，弃权0人。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第11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
查台糖公司105年度预算编列专业服务费用2亿1744万9000元，办理会计师、法律、工程、保全及电脑软体相关经费。然查该公司104年度预算仅编列1亿7338万1000元，105年较104年度预算多出近4406万8000元，显见台糖公司预算腐烂编纂，造成公司亏损加剧。原提案删减事项预算4000万元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异议？有异议，我们进行表决。国民党党团提案，本案采取点名表决。赞成国民党，我们现在处理点名表决哈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7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3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47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立委员昆哲声明，对晚上所有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。我们开始处理第11案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4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49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何委员新存、陈委员曼丽、张委员洪禄、吴委员思瑶声明，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一致，列入公报记录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7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第12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台糖公司105年度精致农业事业部（以下简称精农事业部）预算编列营业收入9亿3827万元，营业成本7亿6847万9千元，营业毛利1亿6979万1千元，营业费用1亿6834万7千元及营业利益144万4千元。为查近5年精农事业部销售蝴蝶兰之数量虽稳定增加，获利却逐年下降。104年度截至12月底止，毛损率达11%，营业损益损失1亿8466万4千元。就其原因系，应系外销美日两国之蝴蝶兰种苗毛利率由30%急速减少，不及10%，显示产品竞争力持续下降。台糖公司精致农业事业部在毛利率年年下降，甚至营业损益连续亏损4年之情形下，未见提高销售或改善产品之对策，故拟删除105年度营业费用6834万元及冻结营业成本1亿6847万9千元，待提出改善计划后方得动之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异议？有异议，我们进行表决。国民党党团提案，本案采点名表决。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1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9人，赞成7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
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一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8人，赞成7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我们现在来处理第12案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一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8人，赞成7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一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8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第13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
105年度台糖股份有限公司预算砂糖直接材料、人工明细直接材料共计编列115,883,000元，较上年度增列6,775万元。105年度砂糖营业亏损达4.79亿元。台糖公司为改善砂糖事业长期亏损，虽已陆陆续续减少相关业务，但却编列高额预算，明显虚浮，原提案减列1/10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一，有一，我们进行表决。国民党党团要求点名表决，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7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8人，赞成7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我们来处理第13案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9人，赞成7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8人，赞成7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第14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加工黄豆油制造费用材料及用品费编列1亿124万5千元，相较于104年度预算。属8724万5千元，增加1400万元，为遵节支出，原提案删减1000万元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意？有意，我们进行表决。国民党党团要求点名表决，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8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黄委员秀芳声明，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。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8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我们来处理第14案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9人，赞成7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6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0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第15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，加工黄豆油制造费用、材料及用品费编列1亿124万5千元，相较于104年度预算数8724万5千元，增加1400万元，为遵节支出，原提案删减500万元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异？有异，我们进行表决。国民党党团，要求采取点名表决，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8人，赞成7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8人，赞成7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我们现在进行处理第15案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9人，赞成7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，反对者请按反对，弃权者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8人，赞成7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
第十六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台糖公司105年度预算农产品制造费用、服务费用、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，编列1亿1582万2000元。台糖给人卖地以维持营运之刻板印象，为刺激其努力改善经营方针，由政府极力宣导开源节流运动，盼由公部门带头示范，带动民间共同开源节流之风气，为台糖农产品制造费用、服务费用、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，仍较103年决算数增加许多，何有未当？为尊节公堂，原提案予以减列800万元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异？有异，我们进行表决。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采取点名表决，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9人，赞成7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7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我们现在处理第16案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9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3人，弃权0人。本案赞成者少数，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9人，赞成7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报告院会，我们休息10分钟，现在休息。